中，我们也非常荣幸为您有请到国家队的教练李飞教练作为我们的解说嘉宾。你好，李教练。你好，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队，这是来自捷克的选手。捷克队员贝尔纳多娃和科夫科娃，这是捷克队的教练。捷克队的教练黑头发的是个美国教练，他们请了一个美国教练当他们的教练。然后捷克这次看起来进步比较大，他有一个队员已经32岁了。这确实在花样游泳这项目来说也是一个比较高龄的选手。对，然后只有练的时间长了他才会成熟的很多。这是其中一个规定动作冲起极旋，那么在技术自旋里面呢，就明显跟自由自旋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就是不管是双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都会在这一整套动作里面有一个国际泳联规定要做的动作。这次的比赛是在国家游泳中心进行的，这是国家游泳中心第一次举办花样游泳的比赛。在奥运会上，花样游泳共设两枚金牌，分别是双人和集体。我们也来看一下比分的情况，那么这现在打出的就是完成分，也就是常常我们提到的技术分。技术分去掉一个最高和一个最低，剩下三个有效分。这是艺术印象分，一号是来自中国的裁判罗喜，他同时呢也是四川队的教练，在今天担任艺术分一号。总体印象分8.6, 8.7, 8.4, 8.6, 8.4，总分84.500。我们可以看到捷克队在今天这场比赛的得分呢是84.500，但是规则规定技术自选和自由自选在最终的成绩里面各占50%的比例，也就是说他们在